我叫王建平，今年29岁，我是云南省红河州芦溪县人，我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。当兵的啊，哎呦，兵哥哥呀！我当过9年零61天的兵，现在是五街铺镇大水塘村的第一书记，扶贫驻村工作队的队长。我的标签是我不太能聊，但是我爱听，谢谢大家。你给他讲个你的故事。上个月身体不舒服嘛，做了双侧的那个肾结石手术，当时就是我有3个学生艺考生，因为我还在住院没有出院，这个时候他们是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必须陪伴在他们身边，然后我就偷偷溜出去医院了，开着车，然后带着学生去到了昆明。12月份白天他们考试，在室内一整天，我在室外站了一天。然后当时晚上回到医院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跟我说，他说李老师你小命都不要了是吧。但是第二天家长给我煲了一大锅鸡汤去到医院里面，我觉得当时挺暖的心。我先应该是会责怪他，你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？你怎么这么任性啊？就这样的口气吗？你怎么这么任性，自己生病了还要去？那没办法呀，我必须得去啊。那我就会很心疼，我会亲自煲鸡汤给他喝。你会做饭吗？会做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会过去给他个拥抱，我说以后不要这样了。1万个人1万种抱法，要不要试试？来吧。我拥抱着抱一下就抱完了，算了，我怕两个嘉宾坐不住。你接着说，没办法。你能不能陪我去啊？我不能陪你去，因为我工作忙哦，我白天也要上班。太实在了。对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你舍得让他自己去吗？我刚刚已经抱了你了。你的意思是两口子结婚就抱一下就完了是吧？啊。然后我会问他。你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？你应该问我伤口怎么样了。伤口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好实在，小老师。我觉得好可爱。我还是感觉腰酸，没力气，全身无力。那我帮你揉揉。算了算了，他们几位嘉宾都坐不住了，我不敢揉。他真是特别可爱。尤其是他刚才说你会陪我去吗，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，那还用说。他说我不能，因为我要上班。太实在了，值得托付的感觉。你给他机会啊，让他揉揉，他还不敢动手。因为我比较害羞。他害羞吧，他还站着不回去啊。你看啊。你家里人来了吗？今天来了。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来。2号小伙子，你走上前去，坐在爸爸妈妈中间。阿姨、叔叔，你们好。咱们什么也别说，看看他们怎么进入话题。叔叔、阿姨，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可以的嘛。可以的，有上进心，有事业心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。好像聊天已经结束了的感觉，马上就要说再见了。完了，咱啥也别说，咱看看后半部分怎么聊。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嘛，叔叔阿姨。饭就不吃了啊，谢谢你。叔叔呢？咱改天嘛。婉拒了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我感觉。我不知道说啥。回来，你回来啊。好的。你说你不太擅长聊天，那你擅长什么呢？我没有特别擅长的事情，但是我在部队学了前卧倒、俯卧撑。来，我们现场的父老乡亲，一起看看小伙子体格怎么样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我当过9年零61天的兵，得过很多军功章，身上有着一个军人该有的所有习惯，也有着军人该有的强健体魄。呵，这肌肉啊！起晚了，我去吃饭啊！好好好，太晚了，我去吃饭去了。来喽来喽！2019年10月，我们村最后35户贫困户109人都脱贫了，达到了国家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。我现在呢是大水塘村的第一书记，扶贫助村工作队队长。从刚来时的陌生，到现在一路上的村民都会叫我去家里吃饭，我觉得特别的满足和幸福。我是个乐于付出、肯干实事的人，不太会聊天，但会是你的好听众。哎呀，我问问宁老师和宋老师，他两个哪个更跟姑娘般配呢？前两个我觉得都有般配之处，只选一个你会给他怎样的建议？这个决定由宁老师来做出。王建平，李耀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，但是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还有将来您的发展方向来讲，李耀并不是适合您。就你们两位而言，我觉得一号这个刘恒跟李耀更适合。我觉得哈，二号他带给你的那种踏实，一个宽厚的肩膀，一颗坚定的心，是在风雨当中历练出来的，是子弟兵替你打造出来的。但同样存在一个问题，因为建平跟你隔行如隔山，相差的比较远，聊天这个目的的共同话题上可能也会逐渐的比较少。那种关怀不见得是言语的多与少，我看好你，我就会力挺他到底。你先别着急，他两个吵起来了，咱们听完了三号再听我们俩。好嘞好嘞啊。